那遐个阿叻离开阮的身躯边，我伫断崖世界伫咧走找。人讲先莫看人死，嘛爱着看到尸体。我无看到尸体，我是真欢喜，相信着阮阿兄一定平安无代志。还唔过三年的期限，我根本着拢无伫咧天困，我咧世界找，到是当今拢无看到阿兄伊的踪影啊！我希望愈大，希望嘛真大。我是愈来愈失志，也毋过我搁惊阮阿弟的烦恼，搁倒去厝内底。阿弟若甲我问，可是我若无看到阿兄伊一人，伊是毋是会更加伤心？所以我希望天公伯咱甲我斗三工，就是你记得阮阿兄啊，平安无事，咱倒去一家团圆。虽然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出门在外总是会撞到危险。看你刚才我有训练功夫，我看上身 T 恤已经要暗啊，不如安尼来去头前的所在，找一个客栈暂时休困就是啊。维权。看一个上身无头无面的，我看你是生做一摆哩，惊死人哩。这叫做派头，你办好啦。派头，笑死人的，看你这办的。我咧讲哦，要对这经过测试过。钱摕出来！哎，我摕钱予你。哎、欸，这够未？搁够大声？啊，搁有无？有啊有啊，嘿，这固定的嘛。那我开手，我开石头，我开，你先把钱摕出